叫 Tan Hwee Ngoh， 也有我有另外一个名字叫 Lucy。 最近他们那些义工找上门来，后来我才跟他们讲说，我以前也是红十字会的队员以前我因为我很久都没有看过穿这些制服了，哎，看到他们哇，好像是我的那个日子又倒回来了。我大概知道是红十字会是在1962年开始，后来我们参加进去，然后里面有很多队员然后就所以很有兴趣，就一直参加。到现在我是很有兴趣，因为我觉得我参加红十字会对我很有帮助。从我住在这里连他们义工来 visit 我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也很开心人比较像说不会说有很多烦恼如果好像我有开心的，我又传达下去所以参加红十字会也是友好，很好的，我觉得很好，有义工好，他们有空他们就会约了两个三个就一起了然后有时候他们会看到你跟他们这样聊人很亲切，他们有事情也会跟你们讲然后我们才知道要怎么帮他们。